然后看这题哦，他说上角形 ABC 重心叫 G 点，可不可以？三边长是小 a、小 b、小 c， 从 G 点去对 BC、AC 和 AB 去做垂线，它长度是几 ？x、y、z， 求 x 比 y 比例怎么算？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，G 是什么心？重心。你把重心之后，你看一下，把它连起来，告诉我这三块面积有没有一样？这三块面积有没有一样？有。所以说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对这块面积而言，怎么算？二分之的底乘以高，所以说把底乘以高除以二，会等于底乘以高除以二，会等于底乘以高。除以二，行不行？行哈。所以说，告诉我这三块是不是一样？那今天题目要求多少？求 x 比 y 比例的比例。所以说 x 比 y 比例还等于 a 分 c 比上 b 分 c 比上 c 分 c， 指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问题来了，老师没有选项怎么办？那其中。根据正弦定理 ，a 比 b 比 c， 它可以转换成 sin a 比 sin b 比 sin c， 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，这是我们选项的，有，所以说答案选几？选一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。